大家看一下摆盘是不是像一朵花，非常漂亮哦，完美。我们用到一把从菜园里面刚捡回来的青椒，两个公鸡蛋，一个 母鸡蛋，青椒去头，先把它切圈，再把它切成这样稀碎，打入两个公鸡蛋，一个母鸡蛋，把公鸡蛋和母鸡蛋搅散，搞点料酒，打点盐，胡椒粉，水淀粉，这是很关键的一步，把它搅散，再一次搅散，加水淀粉可以让这个鸡蛋更润滑，放料酒可以去腥。 OK， 搞定了啊。平底锅烧干，里面搞一点点油，油烧热放入青椒，把青椒给煸软，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啊。可以搞点盐，让青椒入一下底味，青椒现在变得有点腐皮状，有点焦焦了，我们把它铺平啊。淋入淡淡液，现在翻个面，OK， 煎了两面金黄，我们关火了啊。先把它放凉啊，等下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先搞点边角料来尝一下，香喷喷，美滋滋，把这个蛋蛋给卷起来。来一个非常高端的吃法啊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不？大家看一下摆盘是不是像一朵花，非常漂亮哦，完美。